今天咱就不做账了，给你们瞅瞅我最近几天收到的快递吧。虽然箱子已经被我拆了，但是开箱视频咱该拍还得拍。这些火漆印章材料、贴纸、闪粉啥的你们都认识哈，但是这一堆还有这几包，一会儿再给你们介绍他们的来历。哦对了，还有一帆给我寄的保温杯，谢谢宝子，这个冬天我一定会用它多喝热水的。那先从韦老师的投喂开始吧，这一整盒都是做好的成品，因为我实在太喜欢流体的熊熊了，所以把这个最大的放在 C 位，里面的这些每一个都好好看，这两个还有这个，像不像是阿尔卑斯糖？除了做好的熊熊，还有一个月球兔的纯铜章头，质感超级好，印出来的章也很好看。还有两瓶加热泪，当然其中的一瓶已经在波波的时候给你们做成了爱心，灯光一照好好看呀。还有两个系列的幸运星拉力，谢谢韦老师。接下来是我自己买的蜡棒和平面的章头，还有圣诞系列的贴纸。其实吧，章头是我万圣节前看了这个孤卡印章买的，结果万圣节都过去了，我还没做，没的办法只能又买了圣诞节的小贴纸，一起期待一下我做的成品吧。这一堆极光闪粉也是看了这个效果的印章买的，也不知道做出来的印章会是啥样。这一堆是我最近刚入坑的，大包里的是皂基木有错，我决定做手工皂送你们。我选了蓝胖子和 Kitty 的模具，还有一些不同的香精和颜料，还有我店里的这些熊熊和奶酪模具，期待成品吧。最后给你们瞅瞅我这几天挑战的流体熊，10分满分的话，你们能给打几分呀？